就不要你都没违规过了，对呀、啊啊，就方便一下啊，就是有你这种人，没事找事做。啊，违规也不像你们这么理直气壮啦。你怎么可以停在这里啦？很危险呢、欸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买个芦苇啦。啊，你也不能停在这边呐、啊。啊，不然要停哪？啊，对面就有一个停车场啊。嗯，太远了吧，还要过马路。啊，走一下下而已，这边红线你是可以停车吗？啊，停车场要30块耶，我这样芦苇就不能多点一份豆干啦、啊。那是别人生命安全重要，还是豆干重要啦？豆干。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啊啊！哎，老板，我要一份豆干。表弟，表哥，你也来买卤味啊？对啊，这家豆干鸡好吃的。你有看鸡白狼哦？真的鸡好笑的。喂，你机车不能骑上人行道啦？那、我只是要上来买个卤味，不行哦。那、你骑到人行道上，行人是要往哪里走？那、马路一堆违停汽车，很难骑呀、啊。啊，你们通通遵守交通规则不就好了？哦，就不要你都没违规过了，对呀、啊啊，就方便一下啊。就是有你这种人，没事找事做。那、违规也不像你们这么理直气壮啦。你看，行人都走到马路上了。还是这家卤味摊开在行人道上，怪我呢。我不爱卖哦。哦，抱歉。啊，不管，我要检举你们啦。你造啊，你敢造，你试试看。你来球棒出来是想怎样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要给隔壁这位棒球小弟。我还以为你要拿球棒打我嘞！棒球小弟，你有揍扁他！警察！警察！这边有人违禁，还想要揍人呐、快！这个人快跑了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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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次看到那个检举达人，一定揍死他！嘿嘿嘿，揍扁他啦！揍扁他！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啊，我的豆花60块。吓死我了。有个喜力。你不能这样直接钻出来啦，很危险呢。啊，我这边有洞，有洞就钻啦、不行、要钻也要看路啊。啊，我要从这边过去啊。这样直接冲出来，撞到我怎么办？你不会停一下哦？路上一堆车祸都是你这种车造成的啦。我赶时间呐、赶时间也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很危险啊。又回来。废物，你抓不到我啦。不好意思，借过借过。不要这样钻啦、现在很挤啦。你那个后照镜可以收起来吗？我这种车不能收啦。那你就凹一下就好啦，凹一下。那就旧车啊，你要我怎么凹？就差一点就可以过了。请你多等了几秒，可以吧？有洞就钻啦。干嘛那么急？你看前面位置那么大。我现在也没办法动啊，你要我怎么样啦？不收就算了啦。不要冲动啦，不要冲动。你刮到我的车了啦！看你要怎么赔我！明明就是你刚刚刮的，本来都没有痕迹啊！不是我啦！停下来，停下来！我不叫警察！绿灯啊！你敢跑！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！我的豆花60块。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。我的豆花60块。